本要吃牛角。牛角。可是他给我的八八折券这里不能用。嗯。那就吃点南部啊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你不是都，所以你每次都看标题不看内文的。而且我就要用的时候再来看呢、啊。嗯。知其一，二则知其二。你一定是在搞表演特技。对，我们不